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蓝色蓝蓝的白云天，轰隆隆的雷，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自由浪的新时光就这么溜走，永远不愿的你是我的双眼。来，再来还给你吧。哎呦，我分析一下刚才这个心情啊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，当九号飞奔一下出来，站在他面前把帽子扣到我们这位明星头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明星的心里是什么吗？哎呀妈呀，我的发型啊！不是的，发型那么多。紧接着你没发现吗？这个明星就不敢动了。哎呀，别把我的头型弄坏了。再紧接着下来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词儿在哪儿？接下来什么词儿？这是我歪曲你的意思，但是我想知道你真正的他帽子扣上的一瞬间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。我当时乱了，真乱了。哎呦呦！怎么个乱法？就歌词都唱错了吧？乱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那个帽子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吗？是，是我喜欢的。男嘉宾，你那么爱美，你看我也是短发，你感觉我这发型咋样？挺潮的，挺潮的。那为啥你刚才唱歌上那边溜达一圈，我们这边咋的？差事儿啊？你看。我刚才灭灯的时候，我不去上你那儿溜达一圈了吗？我寻思，我就不想溜达第二遍了。我要唱歌上那边，灭灯上我们这边，你不是差事儿吃啥呀？那一会儿我要上你家走一圈。我跟你说，你灭灯都上我们那边，唱歌更应该上我们这边溜达一圈来了，知道不？知道知道，下次。六号，看你这么帅，原谅你。唱歌的目的是唱歌往上这边溜达，目的是灭灯往那边溜达。你说人哪个姑娘能乐意啊？来。你是六号小明明，咱俩老乡，啊，我家也是双阳的，啊，老乡好，好，我挺你，九号不错，真不错，十号也不错，不光九号不错，啊，说啥呢？看出来。再一个，你不用听六号李雪的，上那边溜达，就上这边溜达了，啊，必须的，对劲儿，对劲儿。还有那啥，那六号生气主要因为你过来我摸着你手了，他没摸着，下次你让他摸摸就好了。小伙你过来让我摸摸，那能行吗？我摸完了不得都得灭呀。咋摸了呢？你让我们一人摸一下就不灭了。是十六个姑娘要踊跃的要摸小伙，你说这个节目能不能播？能。你们想干啥？摸小伙来了，互动一下吗？见到明星比较激动，看出来了。六号李雪，燕子姐，我实在是太伤心了，你太伤我心了，小伙儿，白听你了。好，两位姑娘伤心了啊，灭灯了。那其他的姑娘，我看出来了，有好感的还继续坚挺啊。看第二个短片，回来之后接着。我就处过一个对象，在一起两年多，他不管遇见啥事就跟我俩提分手，我觉得特别累。以后我想找一个能跟自己过日子的。别一天像闹着玩似的，动不动就说分手。虽然我是厨师，但是我在家不爱做饭。谁给我当媳妇谁给我做，我只负责在外边挣钱。十一号金月，你在短片里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在家里做饭呀？因为我在外边工作也是一个做饭，我不想回家也翻过来掉去，成天也就干这点东西。所以一回家我想吃我媳妇做的饭。你不做饭给你换换样，你刷碗行不？我会做饭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行啊。嘉宾，你要是娶我回家了，我不会做饭，你会做吗？会为我做吗？不会做饭我教你，以后做呗。学不会呀，笨啊。手把手教你。那我也不想学，就想让你给我做吃。男嘉宾，我会做饭，但我做不太好，你要教我，我愿意学，我愿意给你做饭。
我就会做饭做菜，这不需要教，什么可乐鸡翅啥的我都会，而且特别好吃。两个人一起做饭多有情调啊，自己做多没意思啊。这一会儿工作一天了都多累了，你咋还忍心让人做饭呢？大厨师啊，他就愿意教不会的，还不想做的。